Monsieur. Monsieur. Un bon petit.家乡在千里之外，那是辽阔的草原，多想骏马奔向远方，那里才有我的爸爸妈妈。我的女儿叫塞罕琪琪格，美丽的花的意思。她曾经那么活泼可爱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孩子。一切都因为一次意外的疾病改变了。那是他五岁的时候，看着塞汉流着泪躺在病床上，医生说你的孩子找不回来了，我的心都碎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个灿烂的夏天，人们的心情格外明朗。特奥马术队的集训开始没几天，来自不同草原的队员们就已经变成了亲密的朋友。唯有塞汉是个例外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心里在想着什么。从那以后，他像是变了个人，他很少和别人说话，就是和马在一起。他给马起了个名字叫朋友，他是一个马背上长大的孩子，就是这样。你告诉我，斧头和锯子相同的地方是什么？它拖的是河啊。狗和狮子。那花了那狮子也没来听他的。错了，尾巴一样。塞汉的家在距离呼和浩特900多公里的镶黄旗牧区。稀少的人烟，辛勤劳作的家人，广袤的荒原，这曾是塞汉20年生活的全部。直到这一天，平静被打破了。今年10月，上海要举办冬奥会了，我跑了20多家才找到你们家。听说你们的孩子塞汉齐齐格骑马骑得非常好，想让他去参加马术项目的比赛。作为母亲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女儿从小就喜欢马，但是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，我不放心让她去啊。我很担心这个残疾的孙女去大城市，她是在牧区长大的。
我们蒙古族的传统就是每天骑马放牛放羊啊。我这个孙女什么马都能骑好，这个我能保证的。但是你们过来想把她带去那么远的地方参加比赛，我还是反对的。特奥马术队共有21名来自内蒙古牧区的孩子。马术比赛的要求非常严格，考核选手驾驭马匹的能力和控制姿态的水准。这个夏天注定与众不同，队员们将通过严格而又愉快的训练登上世界的舞台。在陌生的城市，赛罕骑马奔驰，但依然沉默。当初是不是该听母亲的话，留在草原呢？对赛罕来说，这次是很好的机会，能够让他出去看一看，学点东西。嗯，是的。他那么喜欢骑马，我们都应该支持他。嗯，可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呀。他在牧区整天和马在一起，与外界是完全隔离的。他性格内向，我很担心。去了那里，他会认识朋友，这对他是很有帮助的。那我还是去问问他自己吧。